位早晨，好熱烈歡迎你哋今日參加2009年洪峰傳奇嘅人民選拔嘅發布會。我嘅名係 Judy， 係你哋今日嘅司儀。首先，等我介紹一下我哋今日出席嘅成員啦。第一位咧就係華商網絡協會嘅主席黃坤明先生。第二位咧就係籌委會嘅共同主席，係歐陽傑昌先生。第三位咧就係洪峰傳奇嘅審核會嘅主席，就關武偉。第四位咧就係我哋嘅顧問，這個function嘅顧問就係文石輝先生。最後一位咧，我唔使特別介紹啦，就係我哋嘅深知傳媒界嘅人，就係古偉凱先生。今年咧就洪峰傳奇係去到第十屆啦。咁我而家首先咧就有請洪峰傳奇嘅華商網絡協會嘅主席黃坤明先生就致一個歡迎詞俾大家。各位朋友你哋好，各位新聞界朋友，喺咁繁忙嘅星期五，大家能夠嚟到參加我哋記者招待會咧，我哋非常之感激。華商網絡協會咧喺2000年開始做。舉辦呢個洪峰傳奇人物嘅選舉，咁經過已經係九年啦，咁今年係第十年嘅時間。咁喺過去嘅九年之中咧，有61位嘅人士同埋機構咧係得到呢個洪峰傳奇獎。咁喺呢61位人士嘅成功故事，亦都係編輯成一本洪峰傳奇書集。其實諗翻轉頭，九年其實都唔係一個短嘅時間。咁我哋能夠由第一年開始，由完全個構思各方面，直到今時今日為止嚟講咧，我可認係改變咗好多，亦都能夠得到好多過往嘅洪峰傳奇人物嘅支持啦。咁跟住咧，有請華商網絡嘅第一題。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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